各位好，欢迎收看本节目。我们今天要播讲的主题是第十二讲，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啊广告的表现二。好，我们上礼拜讲了表现一，那这个播讲的讲次呢，我们内容大纲呢啊，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广告的啊表现创意手法，我们提到五个。 五五个广告公司的不同的表现手法，第一家叫 F C V，第二家叫 Tabads o M 澳门还有啊 l i a b n a y 的哈啊，另外注意一下 Will bon William Bonbank 哈，那啊 Leibnay William Bonbank 哈，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是瑞士摩擦法则哦，这是我个人创创出来的一个啊广告创意的一个原则。那我们首先就来进行第一个部分啊，要讲的是广告。 表现的手法哈，那首先要提到的是 AppC B Greed 跟广告表现的策略啊。那 AppC B 呢是美国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他自己诶用创了一个 App Greed 的一个手法策略工具来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哈。那啊、呃、这里面呢，他有提到啊、呃，有用 Greed 来分析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根据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来。 拟定发展传播的策略哈，那因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有所谓的关心度的高低，所以他就利用关心度的呃，也就是摄入程度的高跟低，还有。 理性跟感性啊、哦，这两个因素来构成，所以可以用来分析整个商品的 category 类别，也可以分分析个别的品牌哈、哦。所以这 F C B greed，那传统的啊、呃、广告发展策略呢，大部分都是消费者需求，然后呃呃我们的商品特点，还有竞争环境，就来找出所谓的。 策略，但这个策略往往呢啊没有一个消费者做基础来发展他的创意，所以呢这个策略呢有些时候在一定的时候用创意人员自己的 intuition，他的预测猜测方式来想想当然而，所以有些策略呢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描述，所以传统的那个方法呢只告诉我们说我们该说什么，向谁说。 但是如何去说，并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诠释。所以呢 f c g r i e e 啊，他就找到了一个拉斯威尔教授的一个 model。啊，拉斯威尔是一个传播学的教授，他提出来呢，一个传播有几个啊几个重点，一个是 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the what effect、啊。哈，也就是谁说啥经何处告何人答何效。哈、啊。 所以这个呢，用根据这里边啊、哦，何人很重要哦。那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谁说啥哈、哦？所以这几个部分呢，我们传统的那个模模模式呢，只能回答谁向谁说，还有说些什么东西好如何去说，这里边并没有哈。哦 所以呢，我们啊，为了要解答这个 “how to say” 这个问题呢，所以呢，F.C.B. Grid 特别讲到说，如何消费者如何进行购物决策，用那个购物决策的过程来发展广告的传播策略。所以，how consumers perceive ah、uh, 那、uh, 个 product，how we perceive them through advertising。 消费者如何进行购物决策？我们用购物决策的方式来进行广告的诉求，所以这是把两个号做一个连接哈。所以消费者如何进行购物决策啊？那根据 F C B 的 Grid，它就找到了这个传播呃理论基础，它找到了四个理论架构哈。第一个是马歇尔啊，马歇尔啊，马歇尔是经济学，所以他说。 一切的消费者行为来自于所谓的深思熟虑、经济学的考量，哈。 那第二个人呢，他找到的是 Webb l i n i a n 哈，韦布脸呢，他是呃社会心理学，他说呢，我们呃广告呢就必须针对消费者的身份地位，所谓的威望地位来塑造他的广告内容。另外一个 Pavlovian 是学习理论的，他说广告呢要根据上次的经验来作为下次的依据的一个参考。那最后一个 Pavlovian 啊，那个 Freudian 是弗洛伊德，他说呢要用精神分析的模式。 是来探索潜意识消费者的品牌的喜好。那所以呢，从根据这四个 model 呢，F C B g r e e d 呢，就把它发展出四种不同的 approach 方式。针对理性高关心度的商品呢，他觉得说要用什么呢？用 w e b 呃、uh, m a r s h a l 理论，用深思深思熟虑型。所以在他发展这样的一个 model 的时候呢，他就把人的头脑分成左脑跟右脑两半段，左脑是管 分析的右脑是管管创意的，所以根据左脑右脑，左脑是理性的，右脑是感性的哈。左脑是分析、研判、思考机能啊，然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右脑呢是指什么呢？是感性的、创意的、直觉的、好物的、个性的，见山不是山，见山不是水。 啊，哦、不是不见水，不是水。所以呢，根据这个来设定人的左脑、右脑。所以消费者买某些商品的时候是属于理性购买，买另外一些商品的时候是属于感性购买。这是第一个部分哦，分析的部分。左脑的基本购买都是来自于用问号来询问、追根究底；右脑是一种心情的感受，来来觉得喜好哪一个品牌。所以左脑跟右脑是一个问号，一个惊叹号。 那摄入程度呢？理性跟感性的不同在哪里呢？理性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考虑的是事实、逻辑，还有特征；右脑所考虑的是自我个性、人格特质，还有感觉、感官自己的感感受跟品味。所以这左脑、右脑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另外一个考虑的标准就是摄入程度。 就是消费者到底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很关心？高摄入度就是我很用心，很呃步步为营，很用心哦啊很关心。低关心都是随便我就呃很快速的解决，快速的去购进行购物。所以这两仪就生四项哦，两仪生四项。那高关心度高的就是成本高、价格高的关心度越高，风险越高的关心度也越高。 购买频率越高的关心度越低，哈。另外一个是风险复杂度越高的消费者购买的啊那个关心度越高，哈。所以根据这四个两宜跟理性跟感性两宜生四项，就构成了所谓的四个象限。所以 FCB Green 就是根据这四个象限来探索人消费者为何以及如何进行购物决策啊。 进行购物决策，那我们就根据这种购物决策的过程呢，来干嘛呢？来对消费者进行广告的诉求。所以两仪生四象，这四个象限有第一个理性高关心度的，就是属于计划性购买；理性感性高关心度的炫耀性购买；理性低关心度的习惯性购买，像日用品。 感性高低关心度就冲动性购买，像饮料、零食之类的哈、哦，所以就构成了四种不同的品相，四种不同的啊购买行为。第一种理性高关心度，像汽车、保险这些消费者需要充分的资讯，所以大部分购买的时候需要用到行路去跟消费者沟通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的商品哈。哦、Informative。第二类是 e f f e c t i v e 感性。 啊，高关心度像名牌服饰、名牌化妆品，属于名牌的哈，展现自己身份地位的。第三个是习惯性购买，我上次购买的经验会作为下下次购买的一个参考依据的，叫 h a p p y formation。所以这像日用品哈，啊，另外一种是自己购买的、自我满足的，就像零食啦、饮料啦、矿泉水啦、可乐啦，属于这一类的哈。所以这个呢，第一类的套到刚刚那个。 理论根据就是深思熟虑型，也就是马歇尔模式；这种就是威望地位型的模式，韦布脸模式；这个就是巴甫洛夫学习反应的模式；这个就是冲动购买，弗洛伊德的模式。所以根据这四个模式呢，我们可以了解消费者如何去购买，为何去购买。然后传播策略呢，我们说传播策略有呃拉斯维尔讲的 H S Y，谁说啥进何出告何人达何笑，加上一个。 如何去如何去购买哈？所以理性高关心度护谁谁来当代言人呢？诶、欸，我们啊，这个 F C B g r e e d 就是说我们要用权威人士来进当代言人。第二类呢啊，化妆品关高关心度的感性的名牌的，找个性人物来当代言人。那这些呢，理性低关心度日用品呢，用平凡的人物。 草根下的人物来当代言人，另外一种是生活当中的人物比较呃戏剧性的生生生活当中的平也是平凡的人物来当代言人，所以代言人呃这个 model 有做一个诠释。另外呢，话话的要说些什么东西？第一象限我们要强调的商品特性，第二象限要强调商品的个性，第三象象限要强调消消费者使用的经验。 第四象限要强调消费者使用的情境，所以这个呢也告诉我们如何去说哦，说些什么东西，以及 how 如何去说。第一个象限因为要讲产品的特点，所以用示范解说的方式来说，所以 t a b b e t s 的哦，Roche Ribs 蛮适合，因为它强调 U S P 啊。另外一个 Image。 强调 image，奥美广告的奥格威强调广告要传达 image 哈，然后另外一个是温馨自然 n e u r 的他强调的是要用产品本身来演出 <music> product as a hero，所以温馨自然。另外一个是牵动情境的，是属于 d t b 广告公司的 Bombback 哈，彭巴克。所以这四个象限刚好有四种不同的表现的套路、表现的手法、表现的途径哦。好，另外呢，呃、uh,，which channel 就是媒体哈。 电视对每一个商品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除了电视以外，第一象限的产品理性高关心度的，像家电产品、房地产，需要用到报纸、用到专业杂志、用到行路。我刚刚讲过行路哦，还有 DM。第二象限的像化妆品、名牌服饰，除了电视以外，会用到杂志，一般杂志、流行杂志之之类的哈。然后呢，理性。 低关心度日用品，除了电视以外，会用到广播哦、喔，用到 POP 电头广告哦、喔。那第四象限除了电视以外，电视还是最重要的哈、喔。那除了电视以外，还有一些 POP 哦、喔，那电头广告，还有一些户外广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 model 也告诉我们。 如何去用媒体？如如何如何去使用媒体？那我们根据香港一个调查，这香港的调查啊，那香港调查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呢，第一象限都是一些理性高关心度、低高关心度的哈，像航空公司啦、录影机啦、家电产品啦哈。第二象限都是属于日呃化妆品、名贵的珠宝之类的哈啊。第三象限都是日用品，第四象限。 这是个人用品哈，零食饮料的哈，所以很清楚的了解说消费者购买会跟那个数广告诉求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讲几个个案哈，委内瑞拉海军上将冰箱哈，还有香港的万宝路哈，我们这几个案例呢，一一来加以说明。那在第一个案例是海军上将在委内瑞拉的案例啊。 AOC 在一九八八年委托爱德蒙推出了一个简易的 a d m i r e 的冰箱。那因为呢，当时冰箱非常简单，都是绿色、白色两种颜色，就两个门，一个门底下冷藏室一个门。所以这个这么简单的，那当时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便宜。所以唯一的特点便宜，它就用便宜去做它的诉求主轴。它强调说，这是全委内瑞拉。 最便宜的冰箱，结果卖的很差，为什么呢？因为委内瑞拉在当年哦，一九六八年，国那个产品冰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摆饰品，在家里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呢，你如果把它定位为。 最便宜的冰箱，那男主人、女主人的面子就没地方搁了，所以呢，啊、呃，这个卖得很差，因为他怕被人家认为你是贪小便宜才买买这样这一款的冰箱，所以呢卖得很差。所以我们再用图来看一下哈，爱德冰箱在象限图里头是理性高关心度的，但是委内瑞拉认为冰箱是炫耀的，所以委内瑞拉爱德蒙冰箱应该属于第二象限，而、呃、不只是第一象限，所以呢，呃。 修改以后，广告公司修改以后，就把它列为第二象限，就卖得很好。他说是委内瑞拉另外一个美女哈。那第二个案例，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万宝路香港的一个案例哈。香港万宝路在上市的时候，把它定位为什么呢？出矿豪卖就直接拿美国本土的牛仔哈，刺青的牛仔那个影片在香港播放，结果香港把。 穿牛仔裤的人视为是中下阶层的人，所以就没有认同这个品牌，所以卖的很差。一年下来了，花了很多的广告费用，但是对这些新世代并没有产生作用。它的销售量只达零点六五 percent。所以，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呢，菲呃这个万宝路公司呢，决定修改，针对香港民众推出一种白色牛仔裤的牛仔的广告。所以这下子。 那个一个穿着白小白色牛仔裤牛仔从一个白屋走出来，那有啊马童服侍他上马，所以这个广告呢引起年轻人的羡慕，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牧场的主人，所以好男儿当如师也。后来这个这个男人在牧场上。 往山底下一看，好几个牛仔穿各种颜色牛仔裤的牛仔，帮这个穿白色牛仔裤的牛仔来呃做工作，然后他很得意的抽一口香烟，就消失在呃一旷野当中。所以这个广告呢，让很多年轻人认同这个品牌，所以品牌立刻就加以提升。我们再看这张图哈、喔，这个图里面也看到了这个呃图里面，我们发现呢，在象限当中，香港把香烟定位为。 第二象限的，第二象限的。那因为第二象限呢，你用蓝色牛仔裤无法取得认同，后来改成白色牛仔裤就取得认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啊，广、呃、告诉求一个重点。第三个案例是香港，也是香港维基牛奶。维基牛奶是百年的牛奶品牌哈，他在呃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为了要摆脱这个竞争的压力，所以他就呃去做广告，但是他当时。 不晓得找哪一家广告公司替他策划，他就找了一家广告公司帮他策划，说啊，他就应用类似哦，呃，麦当劳讲欢乐的方式，用一个公仔，呃，牛啊，牛的公仔来诉求。那这个卡通的广告用了长达四十五秒，哈，那结果呢，呃，这个广告影片呢，啊，并没有让它的逐渐下滑的那个销售颓势呢。 生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广告影片哦、喔，呃，有三分之一的广告讲牛奶，三分之二讲牛奶以外的产品，包括冰淇淋，包括果汁。但是牛奶占该公司的营业额百分之九十，却被只有百分之三分之一的广告篇篇幅来告知哈、喔。所以四四十五秒当中，只有十五秒讲到牛奶，所以牛奶呢依然没有。 没有呃销售的很好，可是经过消费者调查，维基牛奶的牛奶的确在香味、浓度方面都超过其他品牌，所以应该在理性方面去做诉求哦。所以呢，这个销售策略的错误呢，使它销售呃奇差无比。我们来看这个牛仔哈呃公仔做的广告啊，牛奶的广告。<noise> 所以这修改以后的广告呢，就把呃这个欢乐有余，但是。 那个特性不足哈、喔，所以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所以广告公司呢就被换人了。修广告修改以后的广告呢，它就针对广告的它的产品特点，浓的、香的、滑的哈、喔，这个产品的特独特点呢，然后加以表现。结果呢，得到了一个好评，把销、呃、售的颓势停止了，而且有逐渐往上升的、啊、这个趋势。我们来看这个修改以后的广告。认唔认得呢只樽呢？ 维基牛奶日日新鲜，讲紧每一个角落，度度都有人饮紧。维基牛奶香啲，浓啲，滑啲。所以把四十秒的影片呢，啊，成二十秒，啊，十五秒，有更多的播出的机会哈。所以业绩呢，第二年就成长了三十二个 percent，这是一个第三个成功的案例。再来，我们看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我们看一下牛奶。 牛奶本来是在第四象限哈、喔，牛奶第四象限属于日用品，在香港里头。但是因为它的牛奶更加不一样，所以有必要从理性高关心度的角度去讲它的产品特质。所以修改以后的影片达到这样一个策略目标哈、喔，所以很快速的把它颓势销售下滑的颓势呢停止住，而且有上扬的趋势哈。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啊，我们 F C B g r e e d 的。再来，我们看到。 第四个案例，第四个案例也在香港，香港是什么呢？Y 爆的，也就是一个杀虫剂。这是清安公司推出的一种蟑螂药。那早期的蟑螂药都是用喷雾式的，那呃，这个蟑螂药不是用喷雾的，是什么呢？是放在蟑螂出没的角落，让蟑螂去吃它的饵，饵到亮的地方死掉哈。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商品，全新概念。相较于过传统式的喷雾式的杀虫剂呢，会有强烈的味道，这是没有味道的，但是。 上市的广告并没有尽这个责任哈，他只是把一个啊，可爱的蟑螂男女呢在厨房出没的情景，用卡通式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所以消费者呢知名度提升了，可是购买率呢很差，因为他买的哦那个杀虫那个蟑螂药哈，三片加起来啊四四片加起来等于三瓶杀虫剂喷雾剂的杀虫剂的那个价格哈，所以价格又贵。 又没有看过，所以应该是比较属于理性。但是上市的广告并没有这么认为。我们来看一下上市的广告啊，我们来看一下。 Late at night, while you're asleep, cockroaches by the dozen are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in your kitchen. Hey, what'd you say, Toots? Let's, let's grab a bite, eh? Sure, Buxy. Where are we eating? Well, there's a pretty tasty looking sugar here. Or some rice. Oh, Buxy, let's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Okay, babe. Hey, how about this new joint? Wipeout is a remarkable new product from American Cyanamid that contains a chemical deadly to cockroaches. They enter the Wipeout bait container, eat the bait, and then leave your <laughs> home for good wipeout is safe odorless and keeps on killing for six to eight weeks hey Buxy, you know i don't feel so good yeah me too kid hey you think it was something we ate wipeout wipes out cockroaches for keeps 试购率呢非常的差，续购率更差，所以呢这个广告公司也被换掉了。那取而代之的广告公司呢，又就是 F C B 用另外一种方式呢来诉求，他把它呃建议，首先他建议公司把四片包装呢变成可以单片贩卖，让提高消费者尝试的意愿。然后呢他在影片当中用图解的方式解说蟑螂怎么吃那个饵，跑去亮光的地方死掉。我们来看这。 The war against roaches. It can turn your home into a battleground with the strong smell of spraying. Now there's a modern weapon that gets the roaches without getting you. Wipeout, the clean, odorless new roach killer that kills without a trace. So powerful it lasts a full two months. Wipeout is safe even in places you wouldn't dare spray. Win the war against roaches, the clean new wipeout way. your home battleground never be will a again 所以很清楚的，用强烈的前后对比，把整个产品的特点展现出来哈。所以这叫理性的告知。所以我们再用 F C B 的 Green 的图来看一下呢。啊，之前的啊，他把它定位为日用品，但是这个歪报的不是一般的日用品，它相较于从前的杀虫剂呢，它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关心度高。第二个。 价格比较贵，关心度高，而且呃没有见过，风险度也比较高，所以它应该把它放到第一象限来。第一象限就要理性，要告知。刚刚那个广告就是理性告知，所以达到成功的目的。最后一个案例是香港的哦 t r i d i a 啊，这是之前呢，他用一个呃影片来说明呢，呃用一个广告来说明说，呃我这个车子是诶中上阶级的。 需求，但是那个影片太露骨了，所以呢，呃，很多家庭主妇都反对她老公去买那一个车。后来这个广告公司也换人了，那呃，修改以后的广告公司呢，也认为说，我应该去强调商品的个性，所以利用第二象限的诉求，多用一些杂志，在杂志里头介绍一些日本的一些有名的达人，包括音乐家，包括服装设计师，所以这个呢，他也达到了销售的成功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这个 F C B 的 Grid 它的那个图形的情况，所以从最后一名立刻提升为第一名哈，这个汽车在这儿，那三菱 t r a d e、er、n 把它挪到这儿，所以开始用理性的哈，所以以上呢，这是 F C B Grid 告诉我们的广告诉求的一种手法，但是我们 F C B 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U S P 的。 Tad Bates 这家广告公司，Russell Reeves 他说呢，我们应该要。 讲商品的主张，所以他特别强调商品的主张，所以在广告当中要强调 U S P。U S P 我们之前也讲过，叫 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所以要用到这个呢，他觉得说广告必须要去强调商品的利益点哦、喔，要强调商品利益点，所以讲商品的特征，然后发挥影响的作用哦、喔。所以一旦消费者知道这个产品 U S P 的时候，就要不断去重复它，不断地去帮消费者。 呃，做一些诉求，比如说有个阿司匹林的一个头痛药，他啊，在十年当中只花了。 两千啊，八千五百块的拍片费用，但是他执行在广告当中的媒体费用已经超过《乱世佳人》的票房哈，所以他的制作成本啊，八千两百块早就已经回收了哦，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u s p 他讲 USP 的原则有三个，必须要符合产品的特点，必须是唯一的，竞品没有用过的，必须跟销售有关的，这点我们前面也大概讲过了哈，所以他说 USP 要怎么去找呢？要 珍珠里找贝壳，呃呃，贝壳里找珍珠一样，然后要呃去改变商品，如果办不到，要去修改商品哈。那啊，这个叫 USB 了。第二个类型叫奥格威，奥格威说我们要品牌形象，品牌形象就要去塑造什么呢？塑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跟品牌形象。所以呢，奥格威他主张，所以用名人用。 用商品、个性人物来塑造，所以他最有名的像啊，帮一个哈萨维衬衫塑造出品牌的个性。那第三个诉求对象呢是李奥贝纳。李奥贝纳这个人呢，他非常重视什么呢？因为那公司很多都是客户，很多都是农产品，他非常重视所谓的温馨感人，所以他非常重视什么呢？产品本身来发挥它的影响力，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李奥本类的他的广告当中呢，啊、呃，非常重视所谓的。 Put u t as a hero，用产品当英雄哦，用产品本身来当英雄。所以他说，好的文案不要舞文弄墨，你要去找到啊产品本身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天生魅力。所以他有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叫 warm and believable，要温馨而值得信赖温、哦、馨值得信赖。所以他的呃广、呃、告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平铺直呃平時 直朴哈，那亲和力很强的哈，那呃那个我我们不用哦夸大词句的方式来舞文弄墨哦，那最后一个表现手法呢是彭巴克，彭巴克我们在讲定位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这一个创意者人物哈，他就是呃那个艾维斯还有。 Volkswagen 就金龟车的这个广告企划的总监哈，呃，他创办人啊，那他主张呢，广告就应该达到冲击性哦，不，那个绝对一定要达到消费者 impact，所以他的创意哲学就有三个字，第一个字叫 impact，第二个字叫 impact，第三个字还是 impact 哈，那啊，所以呢，他说呃，广告呢，必须要让消费者，因为我们看广告是要看讯息、看内容、看节目。 广告某种程度对消费者来讲是一种干扰，所以要补偿消费者的干扰，你必须用赏心悦目的、用一个表现很突出的幽默趣味的表现手法，让消费者来感受、来体验，进一步进入你的广告的内涵。哈，所以呢，他说呢，广告要表达自己的特点，所以要要有什么呢？新鲜、独特。 还有具有想象力哦，所以他说呢，呃，幽默是不可忽略的，所以要吸引人注意，提供一种 reward 哈。那呃那个，所以广告呢，呃，要独树一格，与众不同啊。所以说什么很重要，明确的讲出你的产品特点很重要。所以要用什么呢？用当前的议题、社会的话题作为诉求的主轴哈。那、呃、或是用大的照片。 醒目的标题，耸动的标题，引人来看哦、喔。好，以上是还有最后我要提到的，我自己的所经验所得瑞士摩擦法则哈。瑞士摩擦法则就是我认为要针对消费者的需求，第二个要温馨感人，第三个幽默有趣，那第四个要单纯简要，再来是契合媒体，然后攸关世切，最后是出奇创新，最后一个就是广告一定要 believable。 所以 Swiss r a b 啊，瑞士摩擦啊，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今天我们的讲次播送到这地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各位。